街舞音乐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长发、短发不如卷发。街舞音乐中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吐槽鹅肉。游戏规则：四人站成一列，第一人跳一个动作，第二人需还原第一人的动作，并添加新动作，第三人在还原前两人动作基础上再添加动作，以此类推，最终选出忘记动作的人。等对的两人都要接受惩罚。一二三四，猪头，好，一二三四，对。交警。预备起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一个不是一个动作吗？四拍，一个人四拍是吗？嗯。菲菲，你要自己加啊。看懂吗？在这，在这。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。啊，然后我再倒带。你传给那个三姐。好，来吧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什么？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心花怒放，黑夜白天。好吧。获得奖励，你最想要看到什么？复活一个队友。那你和 Franklin 的队名是什么？打暴雨人的狗头。打暴雨人的狗头。让我说这个词。狗头是什么？狗头就是汪汪汪的头。打暴雨人的狗头。你想一个，想一个吗？你觉得你们会赢吗？真的是输定了。好了，我输了。你就这样抛弃你有了吗？那谁呀、啊、？Who are you? Wow, nice to meet you, honey. Wow, you not handsome. 你知道我第一次见面他不理我、啊。真的吗？第一次见面他用英文跟我讲话，超拽，太拽了！天哪，全世界人都知道 AC 的英文超烂。哇塞，用英文跟我讲话，听得懂一个头。然后真的。Who are you? 谁呀、啊、你？他的歌真的好帅。好啦，那这歌你干嘛吵他、啊、我好，那现在我们你不好感动先走了。哇，这都不算什么了。今天你捶我那么多下还没有跟你好好算账。讲得这么夸张。哇塞，你真的是真的没有好好跟你算账，越来越嚣张这种人。好啦好啦，我们不讲不讲。打开优酷 APP 首页搜索这就是街舞，进入节目专区，更多视频等你来看。